哦，你也要一起来啊？这么嗨？打这只要用免兵呢。飞起来了 ，OK。等等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先研究一下它会干嘛好了。我看不懂它会干嘛。有点痛啊！而且我打他，我一定要喝那个会解冰的水，你打不了。哦，来来来来，我应该要带那个不会被冰冻的那个绳。货太多会多一招，你不早说啊！好，那不破不破不破。不破。为什么不能动？为什么不能动？为什么不能动啊？为什么不能动？我的烦！我来，我知道怎么打，我知道怎么打，贴着他就对了。然后你看，他等一下把我结冰，我就让他冰，我也不结，就让他把我冰起来。没事，好，结冰了，你看我就不解，我就不解，我就让他自己解，我这样可以省药水，有没有？反正这个阶段也不会扣血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三角，他们来了一招我没看过的。这是三小啊！哎，干破一个靠杯啊！为什么那个也破啦？明明就没碰到啊！刚刚我明明就没碰到，为什么破了？我刚刚明明就没碰到哦。对，干好怪哦。啊，我知道，我一直让他撞那个破的不就好？有没有？
我这。久了吧，两瓶水都喝完了，喝完了他还在转啊，啊，作弊仔，可以可以，我在一次一次不断的战斗当中觉得自己变强，你看我用走的话，你看我这样用走的。我就把它控制在这边就好了，反正这边都已经破了。哎，我操！我怎么直接死了？快滚！不，我想要试看看不一样的打法，看来不太行。射到了，我刚跑得很内圈了欸，干，再一次，我会过，会过，会过的，会过，会过，我操，我一直在跑欸，为什么会被打到？我一直在移动啊，可是我还是被碰到了。喂，为什么我一直在跑还被打到？我的 fuck！ 我从来没这样死过哎、欸。怎么可能啊，这妈的解锁新死法，来来来来，绕啊绕啊，绕起来脖子飘，耶、yeah, 还是被射到啊，他太快了，操你妈的，哎、欸、我已经绕得够快了，跑过这波就过了，柏芝，你可以的。Bitch， 干，操你妈的，是不是？过原因是因为他没放那个技能啊，靠北啊！我有一种被他羞辱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次，你知道他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吗？这次啊，是我让你过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故意不转，故意不射你的，哇，可怜你，你知道吗？他根本在羞辱我啊！他根本就是在羞辱我啊，他直接告诉我说你这一次啊是我让你过的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下一次、啊、我一样是操爆你。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吗？有一种被他可怜的感觉。
对不对？